亚男寻日去到新城电台宣传最新推出食谱暖男厨房。李亚男自从被封地狱厨神，婚后努力锻厨艺。亚男话：家食煮多好多送，地朋友离我屋起食饭都预先奥得钥匙。家开左个 Facebook 专业，同人交流主食心得。自己以前系电脑白痴，家又食电脑又食煮野食。李亚男重话：有学主调理身体，食物为怀孕做准备。撰文冯。人招余文乐陪你走遍全球追星，即刻雨果 FB 专页。